蜗牛探西游第16367，闻牵着蜗牛散步在西游世界里，上档次的神仙都是有坐骑的，比如太上老君坐骑是青牛，观音坐骑是金毛猴，就是三界之主的玉帝也是有坐骑的，只不过不是一个，是九条龙，也称龙辇，只有三流的神仙才成云，俗称甩国腿，比如孙悟空，即使筋斗云跑得再快，也相当于骑共享单车，属于屌丝的范畴。但很多人却不知道如来的坐骑是什么。如来要么坐在莲台上，要么站在莲台上，脑袋后有一圈佛光，可就没见过他乘坐骑，以致让人误会他是没有坐骑的。那么，如来究竟有没有坐骑呢？当然有，就像一些高级别的领导人，你从未见过他开车，就以为他没有车，这就错了。据因果经记载，释迦牟尼降生于人间时，是骑着六牙白象来的。他母亲摩耶夫人睡觉时梦见一头六牙白象来到他的腹中，之后就生了释迦牟尼。所以，在佛教中，白象是高贵的坐骑，只有有卓越贡献的人才能骑白象。玄奘法师当年在那烂陀寺学习，并与18位高手舌战最后赢了，戒日王才安排他骑白象全程绕行。释迦牟尼成佛以后为什么不骑白象了呢？因为莲台代表着更高荣誉，如来作为佛教最高领导，如果都不坐莲台肯定不合适。就像现在一些领导原来都是自己开车，但当到高级别官员时再自己开车就有点掉价了。坐莲台也代表着成佛，称下孙悟空时，如来告诉美猴王安心保唐僧到了西天你一坐莲台，其实就是许诺他一成佛。那么白象最后是谁在坐了？普贤菩萨狮驼岭时，三妖之一的妖就是白象精。在佛教中，普贤菩萨地位相当高，甚至还高于了如来，所以他坐白象也是有道理的。